到什么都帮我们咯，出钱出力，叫到就一下子就快快来装，别的叫到没有帮的做不到了我。啊，最重要还要做到好咯，要帮忙人咯，叫到去快快去帮啊。帮我们覆木啊，不要蒸水啊，以为我们这里有蒸水啊。啊，那和做好它那些东西做好咯，希望最重要是人民的需要咯，不要说好像只是讲而已，最重要是做到，能做东西就好了啦，不要要求太高啦。很多都是讲找本地人来，要找他比较容易。最重要是每个地方有望啦，新村才有路西啊，沟渠那些咯，还是不是很好啊，每次一下雨就是塞了。那水一定升上来了，有什么事情啊可以要求到，很快就可以帮忙这样。最主要能做工啦，什么什么来都不要紧啦，最主要能做工，要能为人民服务这样。民生哦，还有我们的交通啊，卫生啊，有时巴萨这边啊，很多车这样出出进进，卫生都很多垃圾啊，为人民服务啦。比如说好像我们路那些啊，交通阻塞啊，垃圾啊那些啊，通常都是很阻塞的，没有什么人来处理的，最好是有新村的社区方面多一点照顾我们这里的社区啦。有些人需要帮助啦，单亲妈妈中下阶级的人啊，可能他们懂寻求这些这样的援助啊，所以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卫B可以帮到，为我们争取的福利咯，应该是我们好像老人家得到一些特别的照顾啊，有特别的恩惠给我们啊，那个烤的啊，用的吃的啊，有个好像特别的烤的给我们哦，对我们的领导有点帮助那些咯。沟渠那些啊，道路啊，然后那种新村路啊，尤其是我们这边很久都没有铺。民生的投诉啊，多一点嘛，带进去参考一下咯。帮人民做点好的东西出来咯，勤力一点咯，要不要顾自己的利益咯。